啊，你啊，拄则在大甲妈对我，对阿甲迷路啊，你敢知影对讲的位都会经过？无你先甲大班再试脚啦。哈？这叫做试脚啦。嘿，试脚啦。嗯，这特别啊，是要创啥物用的？这要找阿妈祖婆用的。要找阿妈祖婆用的？找阿妈祖婆。啊，找大就找着啊，啊，你等下会去找大甲妈哦。会啊会啊。哦。啊，这是要给爷爷买，就对啊吼。嘿嘿对。哦。这较早吼，从。 都拢有看阮阿嬷，阮也有当有咧办坐啊。阿嬷着有啊。是哦。哦，安尼。大家嘛收到一种欢喜哦。对啊，大姐，那你这样说起来，这间会足珍贵啊。哇，这已经拢无去啊，剩只都拢足手持的啦，无通啊办啊啦。只剩这里有。哦。拢办了了。这款刺卡啊吼，到底是啥物款的来历呢？ 因为吼，不但新皮的蒜啊，既然啊，大家嘛要来的时阵呢，阁是地方相当抢手的礼物啦。尤其吼，看子啊，采收以后啊，不但是伫咧厨房安尼出出入入啊，无闲啊，听多啊，更加予大家吼，看甲是雾煞煞，完全啊，啥无到底是要创啥物啦。是啊，啊，这个沙水沙好料哦，我知影你用这要创啥，这就是咱在地的物件，祖传秘方啊，这道道的料哦。 互咱做用卡，去到高度对不对？哦，是啦，做粿啦。做粿。嘿啊，无你啊，拄仔咧办是咧办安怎？做粿，那用这款的。啊，这刺卡粿啊，刺卡啦。刺卡粿。刺卡，刺卡做。拄仔去办刺卡啦。嘿。啊，等下沙沙咧，沙沙咧，啊，即摆过来爱煎个烂。哎，啊，毋食做粿的原料有需要这吗？哎呀，啊，一定爱这粿才会 Q 啊。 嗯，啊是哦。嘿啊。我无食过呢，这是这是家的地方吗？嘿啊，这阮宅地的产地。哎。啊，这边安怎用？啊，甲对用咯。冻过哦。嘿。啊，伊讲这做粿是你讲恁阿公迄个时阵传落来。嘿，阮前阿嬷，阮就恁阿祖囝就拢看阿嬷，就拢有办这个用啊。是哦。嘿啊。哇，啊，啊，生活大家较困苦吼，啊，拢也会较在地老食材，用来做，啊，结果就全日办代就一直传。 啊，恁遮的人，客少，遮的人，敢有因为大家嘛要来啊，啊，全部拢来动员。有啊，阮敢若遮的鱼缸三十外个啊。三十外个哦。系啊。是哦。啊，透早了五点外就都，大家拢爱来做啊。遐尔早？是做早顿啊，是安怎？无啦，你大家爱一直款料吼，一直做。啊。这是无够吼，啊，紧合紧过班来投安尼。哇。啊，遮还佫有传啥物物件？ 啊，搁串物件，我等下吼，搁带你来挂一套啊。无，即摆就带我去好无？啊，嘉豪，恩义安尼来。嘉豪，你继续。哦好。哦，来请嘛，来，我叫起来，甲你倒挂，你紧去换，你去走卡无用。好啊。安尼。啊，挂这边创啊？敢刺刺卡袂痛？这边等下包粿啊。包粿哦。系啊。诶，啊，这毋就甲炒啊粿，迄个说是相像诶。 哎，但是姐啊，哎，大家嘛就要来啊，啊，即卖用这干的付，啊，干的用去买就好啊。用个买，这边都买。你讲嘛对啊，但是讲这全部拢爱家己准备的话，安尼足忝的呢。做侪物件，啊，本来这款物件就是足高工的啊。哦，但是讲，因安尼准备的话，这样子下来要准备多久时间？这拢爱三工工过啊。三工。对啊。哇，啊，今日这是补齐的话，哦。 那、啊、大姐，我们平常在吃那个三五口都吃完了，你们前面的前置作业三五天呢？对啊。对，后天今日这阵子啊来讲啊，大家嘛会来客酒休困啊。不但是规整啊头会期待，更加是每一档来底啊上届欢喜的代志啦。安尼付出就欢喜的对不？是哦。我们都，我最后就讲我真欢喜，讲这为啊咱的新年吼，服务安尼。 服务，系啊，你知道有一点年纪的，其实做这些都会很辛苦，不是我们这么年轻做都已经觉得很累了，更何况是很多爸爸妈妈的年纪、阿公阿妈的年纪一起在这边这样子做，才能够有这些。我都在这里走，我就心疼哎，因为我想想讲是我爱走，我妈妈爱走的话，哦，那个手难哦，哎，就消耗呀，嗯，哎，就出难，哎，啊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付出哦，真的是有一件事啊。 虽然是免费的，可是不能浪费。大家吃了欢喜感恩，啊，跟着走，人心最重要。欢喜者根本少。就是这款露天的个性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就算讲是真卡所在，无虾米澎湃菜色，而且吼、哦，大家嘛南海期间啊，也过爱专程食素，所以啊，就算无大鱼大肉，不过啊，这个顶篮内底啊，底拢是因满满的心意。
所以讲吼，就算讲只有一支扁担，嘛是一路安尼摇啊摇来摇向妈祖婆啊，就是希望吼婆啊会当来庇佑，婆啊会当来保庇。来香橙豆浆来，来来香橙豆浆来，来香橙豆浆来，来这个烧来，欸、老师，你讲了无唔对呢，这真正是黑暗中的明灯呢、欸。对啊，你看哦，你看在走这么多黑暗的路，你看这里那么多人，那么热闹的地方。是啊，啊，这是多一间庙，这不是庙，这是叫做泽元堂。啊，不是庙，泽元堂。对，这是咱百家妈进香往整个路程当中唯一妈祖停驾的名家。啊，所以这是啊人住的所在哦。对，这是。人住的所在，这是陈大哥引导。哎、欸，啊，无安尼吧，人住的所在来遐尔多人客。对啊，怎么会在民宅这样子可以住家、啊？对，因为咱即摆看大家嘛是沿路有拢足侪人对无？啊，不过你看哦，伫民国六七十年时，大家嘛时阵咧行的时阵，其实遮泽源堂这附近吼，拢个是甘蔗田，所以爱走十几公里吼，拢是黑暗中。哦，啊，所以因家一开始吼嘛是由咱大家地南教的信徒开始甲因借厕所啦，借公庙里面的，后来才发现哦，原来有大家嘛经过这里吼，啊，所以因就开始传，啊，因一开始嘛是传一些简单的东西，可是尽管就愈传规模的愈来愈大，啊，嘛借足侪朋友愈来愈到山啊，那你看，就算现在有古尾科学园区啊，是啊，你看嘛是赶快咱同行来，你看嘛暗嘛，对啊，刚刚古嘛上暗嘛，所以你看啊，阮在阮。全部老的信徒拢会甲只讲，这是黑暗中的明灯，是那咱老的信徒一定爱礼拜。一点啊都无唔对啦！一间泽元堂啊，不但是真侪老乡客口耳相传的暗公教点心站啊，更加是所有辽境的路馆内底啊，妈祖婆啊唯一的天界灵家哦。尤其吼、哦、是伫个即个天气变来变去的三月天啊，西北风吼、哦、是化热的热啦。所以啊，伫个即个三更半夜时阵，会当食到一嘴烧烫烫的包啊，或者是豆奶啊，不但是一路上上界大心的好滋味，嘛是辽境的期间啊上界温暖的人情味。杨哥，阿妈，你大家辛苦啊嘞！辛苦啊！你好！但是啊，你讲起来的话，大家都把这里当作那个黑暗中的一个明灯来这个诱困节，你们这样准备很多呢。对，准备很多，每一年都这样。而且焦哥，你看，我发现哦，不是只有大哥一个在帮忙。你看，大哥的老婆嘛，是，这个是儿子，哇，是，还有大哥的妈妈，哇，三代都在帮忙，是，哇，总动，很难看到，是，早中心三代同堂已经是很和乐了，大家还一起来服务哦，是，有啊，但是我刚阿妈无简单诶，啊你起码讲你叫困诶哦，哇，我以为在火灯火别那个。今天你嘿，今天你，俺遐做，一早起人6:30就起来。哇，应该爱困啊啦！你啊，那二十四点钟嘞？大家嘛来就欢喜啊，汤就欢喜哦，可以战胜就不睡觉。大家妈祖绕境的可贵，在于信仰所凝聚出的力量。看陈大哥一家人，有的擀面皮，有的包馅料。老阿嬷更是亲力亲为，就只怕大家吃得不饱，吃得不够。因为对阿嬷来说啊，就算香客来得再多，再怎么忙碌，她还是不以为苦，甚至乐此不疲。所以啊，当下次你有机会参加大甲妈，有机会走到泽元堂的时候，除了心存感激之外啊，真的别忘记了跟阿嬷一家人说上一声由衷的感谢。